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坐好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坐。你谁呀？什么意思？我谁呀？啊，我找的是新郎，你别管。哦，你想见就能见呢、啊？哦，肯定、啊。滚开！你还动我是吗？啊，还动我是吗？等我弄你们信不信？你还动是吗？啊，滚！还动是吗？滚什么滚？啊！还是算了，推开床，田去！我跟你说，那你们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我找新郎，叫新郎下山。你说下就下、啊。哦呦，他现在跟我姐离了婚，就想啪啪屁股走人了啊！不负责任了啊！两个小孩不容易，不用养啊！马上叫人下山，快点！不要这么松，你下不要？卡咩你？大哥。大哥，哎呀，有个泼妇找你、啊，我看一下谁。我大婚的意思，谁敢拦我分粥啊？是不是也投红包了？睁大狗眼看看。哦，你是好像是叫什么山？王毛山。阿妹啊！我以为是王毛山。哎呦，有点印象。呀，还认识啊？哦，要红包了，改个红包。我还以为你贵人都忘事了，不认得了。改个红包来。今天是我大婚日子。不要拿他的钱。来，你让一下啊。不要拿。来，你让一下。你还认识这两个吗？这两个是你的谁？啊？带走。叫爸爸啊。哎呀。叫爸爸。叫爸爸。爸爸。给钱，叫爸爸给钱。一拿200去买棒棒糖啊！200就是算了，啊？那想要多少？你离了婚了，哎呦，把我姐就这样子一身二白的赶出门，然后呢，两个小孩留给他养，你不用负责任了是吗？我跟他已经离婚了，离婚了你就不用负你父亲的责任了。负什么责任？他自己说他可以净身出户。净身出户？哦，今天你过来干什么啊？你自己想想看，我姐一个人带两个小孩，她带得过来吗？这有什么带不过来？孩子她生的不应该太大吗？你看看她黄脸婆一个了，我哥大老板一个，娶她干什么？黄脸婆了、哎，就是因为你哥这样子，叫我姐成了黄脸婆了，她就把我姐抛弃了，白白给她生了两个小孩。哦，现在把两个小孩顺手就这样子推给我姐啊？啊，我姐不用工作啊，小孩怎么样？我不想跟你们吵，抚养费也不给，已经。你有能力去法院，去法院找我，法院见。你在这里吵有没有用？哎呦呦！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懂不懂？啊，你拦我分球就是不对了。你跟你说，就是啦。你就是见我姐人善良，你才会这样子对待她。我告诉你，有换成是我，我腿直接给你卡打断去。我跟你说，打断。你再说一句。等我弄你到上面去。来啊！小美，走开。啊，不走。走开啊！快点走开，不要耽误我哥这个良辰吉时。是啊，我们时间到了，我要结婚今天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说，村长啊，他见我姐人善良，成了黄脸婆了，就把我姐给抛弃了，逼着我姐离婚。现在小孩也留给我姐，我姐。工作能力又没有，还要照看两个小孩，现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供。哎呀，老牛，你是渣男啊！你怎么说话的、啊？村长，你不要说这种话。我告诉你，他典型的渣男。干嘛呀？哎，嫂子，不用你先在车里面等呀，现在就可以了。那怎么有人在这里拦我们的分叉？还有两个小孩，他们要红包的，你看，是啊、男人给了一个红包，给了，给了，肯定漂亮了，你看看。难怪把我姐抛弃了而已、啊。你姐长得这个样，谁要？我告诉你。哎，别乱说、啊，你滚开！对啊、你别动手，跟车！好，别动手，滚！别动手，别动手！走走走！别动手，别动手！别动手！有什么话说？怎么回事啊？给我说清楚！哎呀，不要听他乱说啊！到底有什么话说清楚先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老公啊，是一个典型的负心汉，没责任心的负心，自己的小孩亲生不要都不要。你看这个男人多么狠心，那人面兽心呐！这是你小孩，你不跟我说你是头婚，你没结过婚吗？哎呦，他跟你说他是头婚呐、啊！哎，我哥是今天是第一次结，是啊，我今天第一次结。对啊，第一次结，那为什么来偏这个日子来拦车？你问他们，不关我的。他说他们要红包的。是啊，
怎么样？这是你老娘不对了哦！哎呀，老娘连你的亲生骨肉你都不要了！哎呀，真的是，快点让开！不要耽误我的人生，不要动手啊！不要动手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不知道事情的缘由，你就不要插嘴。等一下你嘴巴，我直接给你撕烂去！我跟你说，这么凶啊，老娘！还有你，像是你这样子，你是不对的哦！我跟你说，是吧？俗话说得好，再穷不抛周康之妻。你倒好，一转身变成有钱人了，马上就把周康之妻给抛弃了，转头就娶一个，你这样怎么行呢？婚都已经离了，不要说那么多了，好不好？他当初我姐嫁给他的时候一穷二白，是我姐跟他一起白手起家，一起闯到现在了。哦，现在，哦，有了，就把你这个超康之妻抛弃了，原来你都是骗我的啊！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你说，两个小孩都有了，你还骗我说你没结过婚，小孩都这么大了。新娘子啊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嫁给他，这个就是你以后的下场啊！你不要乱说话，不要听他们胡言乱语啊！闭嘴！多少抚养费？眼前都是现实，事实在这里，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息怒，息怒。还戏路、那个、想不到你是这种负心汉，你看你、你这个负心的责任你都尽不到，你这个负心汉，你故意来搅黄我婚姻是不是？新娘子，我要讨回一个公道。有什么公道好讨的？哎呦，我已经离婚了，有什么公道好讨啊？青春吗？啊？哎呀，三妹，你也不要吵了，但是都是你情我愿，老娘怪我、这样，那个抚养费你必须要把小孩抚养到18岁，你现在离婚了，那个财产本应该就是一人一半了，夫妻财产一人一半。他当年说净身出户，现在又过来拦我婚桌，什么意思？像你这样肯定是你逼人家签的，是你明明逼着我姐，我姐一直都不情愿签那个字，是你逼着她的。可以啊，现在要多少？要多少？两个小孩一个月3000，给你，来来来，这抚养费肯定要给的，现在有30万。18岁怎么成？先拿30万，到时候后面把那个合同给签了，让他拿，拿来，多多拿给你。给我就拿。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，离了婚就算了，抚养费你都不愿意给啊？好了，你这种人让我值得托付终身吗？啊？哎呀，我一直想，说不定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。多留点。我以后跟你生了小孩，你也嫌弃我是黄脸婆是不是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真的不会的，这个婚不结了。哎呀，哎，不要，哎，不要，嫂子，老婆，不要冲动啊！是啊，不要听他们这些胡言小语乱说。像你这种人，他们故意在这里的，故意搅黄我们的婚姻的，一点良心都没有，还结个屁呀、啊！还在，哎，嫂子，哎呀，拿回去，负心的男人活该。三妹，我们拿到钱了就走了，是啊，不理他了，姐拿着，管他了。好吧，那给小孩都滚，没滚你滚，老娘每个月3000块钱就给了、啊。像这种爸爸，走你走好啊，太想走了，还走了，走了，回去回去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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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看，见我买啊，哎，走了走了，都怪你，活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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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我老婆都没有了，没有活该，气死我了你呀，活该活该。活该，哎呦，哎呀！